Oh, finally. I think I've seen this somewhere. Finally. 真的是 可以 它可以转动吗? 这是可以转的吗? 好像不能转 There was something in Jeremy's notebook about this. 等一下 杰若米的日记 可以旋转 我在想说这不能旋转的话是要怎么弄 OK 差一点点 这个裂成这样子是 好像要差一点点 哦,这个啦 OK 渐入佳境 好的 Did it break? The clock just stopped. Hmm. 蛤?还有数字 来100分刷一波 小胖子 小胖子 吵吵的 It's just the hallway outside Jeremy's room, isn't it? So, you just have to go this direction, right? Oh.
前往护身符显示的房间。What? What? 谁关我灯？像鬼怪点会？Emily deserved a sense of triumph, but she was too on edge to appreciate her success. I did it. I opened up another dream. 这个梦境看起来蚊子很多。May 1923, Monday. All okay. Ready for? Huh. 为什么有些柜子打开是没东西哈？我们现在不是已经调成简单模式了吗？哎，为什么还是？哎，还没有变简单吗？哦，因为我刚刚重新读档，那我们现在调成简单模式之后，不知道道具是不是会变多。并没有，我打开没东西。I need the key.不是啊，我不是在里面吗？从里面把它打开就好啦。白燕，哎，是不是可以上去啊？不行。Locked. Oh, 对，我有手电筒。耶，码头钥匙。Something missing. 嗯，把手。上不去。我刚刚看到这上面好像有发出亮光，瞬间想说，哎，是不是用勾手勾上去？勾锁勾上去不对，不是浪人崛起，搞错游戏。卡丁有多什么 ？FSCI02。送了10份订阅，感谢你的慷慨。这10位朋友，跟他说谢谢哦。感谢 FSCI02帮助我们达成今天的订阅目标。大家
把你们的画面转过来，把你们画面转过来，因为我们要送 MP 了。来送你100 MP。カディウド様。おかえりなさい、カディウド様。帮台主补一点游戏钱，谢谢你。カディウド様。おかえりなさい、カディウド様。怎么了，小胖子？怎么了？你为什么哭成这样？等一下，不给沟通哦。等一下。おかえりなさい。家有一胖。哎，我怎么卡在这里？我怎么卡在这里？おかえりなさい。カディウド様。哎。他那边有个少一个把手。怎么了，小胖子？你为什么吵吵？小胖子，家有一胖，如有一胖。お帰りなさい、カディウド様。进入旁边有卡车的房子。哦，这个吗？在桌子后面上锁的门上。嗯，怎么了？家有一胖，如有一胖。啊，铁罐太好了。之前我们捡到一个亡人斧，亡人斧坏了之后就没有近战武器了，有了。怎么了，小胖子？哎，对，可以走这里下去。我有一种怪物要出来的预感，仿佛似乎有听到。What the fuck？ 什么东西呀？可以施展重击。我的不是亡人斧，我的铁管又死了，怎么这么容易死？哎，他死掉了吗？他好像死掉了耶。这游戏的近战武器实在是超级不耐用，哎，都纸糊的。
哎，又来一个铁管。铁管 Junior 是什么东西？又打开，为什么打开什么都没有？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吵？啊，小胖子。哎。这边存档了。是要打 boss 吗？哇！欸，身为一个普通人从二楼掉下来，你居然跟没事一样又起来了啊！你不是刚刚被我打死了吗？死了吗？你就是死了。你死掉了吗？请问？哎，等一下。你怎么还没死啦？你在给我装死哦！又不是看到熊的人类，还在给我装死。我刚刚想说，哇 ，easy 模式果真 easy able， 你哪个起来啊？哎，这不是人斧吗？人斧换成人斧。哦，有这个哎，这个是比较好。船桨攻击范围比较广，应该好一点吧？但是应该还是纸糊的，是怎样啦？先挪啦！哎哎哎，我为什么被卡住哈、啊？我为什么被卡住？有那么多只。谢谢。啊，完了，好像快要断掉了，似乎是快要断掉了。I can break this. I just need something to hit it with. 这个不行吗？这、欸、可以耶！啊，可以耶！太好了，耶、yeah! ！文明虚景，耶、yeah! ！我们。快要破掉的船桨还是可以用的。里面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或是烂东西？耶！哎，换这个，换这个，换这个！哎、欸，各位，就该玩 easy 模式啊！你看我们在 easy 模式里面多么快乐，为什么我被卡住？我现在是被卡住了吗？我被卡了、欸。I'm stuck here。完了，完蛋了！我赶快先存个档，看能不能。为什么我不能存档？我不能存档。为什么我不能？哎、欸，我不能存档哎、欸，还是换武器？完了！蓝牛天是刷一波危险的尾，完了！我刚刚正想说，现在玩游戏体验非常快乐。哎，我们可以脱逃了吗？可以脱逃了吗？我好像有，稍微。等一下，我开看别的东西，看会不会。
波涛。11:41，4分钟前。好啦，重新 loading 一下。是，哦，所以我要再重新打一次怪嘛，但是好像还可以啦。先加油。他不会来木板这边吧？嗯？欸，就给我躲进去哦。欸，我记得还有另外一只啊。这还有另外一只吗？我突然觉得这个游戏变得好好玩哦！哇，恐怖无双！哎，光荣做那么多网那个无双系列，三国无双、战国无双，甚至还有北斗无双、海贼无双，怎么就没有想过来一个恐怖无双啊？我觉得恐怖无双还蛮好玩的啊，是不是？都剩呢，是不是？来存档一下。你为什么又不给我存档啦？我不敢再回去，我刚刚就是卡在那里，我不敢回去了啦。走。有火力怎么恐怖？这个你就不懂了。这是因为你们已经习惯看恐怖游戏，你这个你们就不懂了。恐怖无双，对于一般人来说。说不定还是很可怕啊，说不定就是处在一个介于一个恐怖到快要玩不下去但是勉强还可以玩下去的境界。Smell 感谢追随的手 following。 怎么回事？哇！像那个2007、2008，你不是都觉得没什么吗？因为你们在本台看那么多年，早就习惯了。但是2007可是一堆人觉得恐怖到玩不下去，还有那个2008的那个婴儿那一关，也是一堆人觉得很恐怖。但是本台这些神经早就被磨练到已经断光的观众们，早就觉得哦，什么有恐怖吗？有吗？这不是很普通吗？怎么了，小胖子？怎么了？身经百战，没有错啦，追风安安。打开没东西，到底？所以我现在可以存档了吗？我终于可以存档了，我刚刚被卡在奇怪的地方。冥婚而已，没什么。
在灵古堡七跟八最恐怖的是第一人称玩不下去，你是说因为会3D 晕还是怎样？欸，可以潜行欸，所以这边要潜行，但是我先看一下这里。我刚刚想说，这房子不是进来过吗？是另外一间长一模一样的房子。哦，三 D 晕，一开始会非常痛苦，但是那是可以训练的。就是你第一天可能只能玩个10分钟，然后要坐得远一点，画面要调小一点。然后每天隔天再玩个10分钟，久而久之就会逐渐的习惯了。哎，好像又有怪。我一开始也是3D 晕啊，慢慢习惯。哦，凝视雕像，怎么了，小胖子？哦，原来这边是有一个收藏品啊。来，舅舅晚安喽。所以，哈，这边要潜行，哈，他们会过来吗？好像不会过来。哎，好像也不用潜行了。What？ 啊，断掉了。
Damn it,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那个普通，我喝一下水哦。 简单模式那个弹药补给，卡的有多少吗？LLL，Nope，ZZZ，感谢追随的所发录音。简单模式那个弹药补给啊，跟普通模式比起来多好多、哦。真没有地图，What the？ 我也在讲话，你在嘞？无礼貌，人也在讲话。 What? 他这边有这么多砖头，可以用砖头就砸死吗？我刚刚是，这可以用砖头砸死吗？ 好像不行。哦，原来是没有汽油弹哦。Fire！ 火烤就是美味。 然后为什么我要走鹰高桥？<笑>为什么鬼屋魔影也要走鹰高桥？宫崎英高，你又带坏别人。Now what？ 哎，是要溜真的下去，罗拉。 啊！哦，我知道，要拿那个啊，登山斧啦！罗拉都用登山斧做各种事情啊，用登山斧杀人，用登山斧这个攀爬绳索，用登山斧滑滑索，然后那个开罐头也可以用登山斧啊，是吗？没有错啦，又拿错游戏，拿到。 结果居然不是用登山斧吗？我们身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主角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是罗拉哦，不是罗拉或衰的，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刚刚先是从二楼摔下去，毫发无伤，马上又跳起来。现在要拿路边的一块破布，滑缆线嘞！真的假的啦？真的假的啦？ 哎，美国人都是这样子吗？这就跟那个台中人都必备会使用庆忌一样啊，这是美国人的必备技能吗？哎，居然有子弹，还是也是在夏威夷学会的？ 罗拉师妹，古墓奇兵2024，风雨跟 game 有压安咯。哎，这个要，这可以走过去吗？What？ What the hell is that？ 我要打 boss 吗？ 总觉得在预告等一下要打的 boss
我身为一个普通人，平民百姓，要做的事情也太艰难了吧。It's the hateful Mount Jeremy mentioned in his book.但我们是普通人耶，我们又不是像厄丁古堡是什么警察或者佣兵什么的 Stars 之类的。Jeremy, you dropped your... Mrs. Marcus? Get off of m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Trying to find my uncle. Jeremy is your uncle? Could you please? Thank you. And it's Miss Hartwood. You don't remember me? I remember you, Mr. Bois. I met your brother, Baptiste, earlier. I suppose he hadn't found Jeremy either then. We spread out to find him. Can I have this? I'm trying to get to Tarawea. Fine, believe the rest. I just want Jeremy to come looking. We have to leave before it comes inside. What? Where? Come quick! What? 真是罗拉吧，刚刚那个运镜超级罗拉。又差点 end game。我们真的是很命苦欸。我现在要去The dream of the grave under the chenier suddenly vanished, and Emily found herself back at Dercetto. Instead of Jeremy, she found Lottie, who just like her brother Baptiste, reminded her of John, who died so bravely in the war. She pushed her painful memories out of her mind and returned to her investigation. She still needed to figure out what to do with the boiler.好的，哦，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把一些卡住的门打开了。Finally, Reflections on the Power of the Verb in Certain Texts by Juan Luis Jorge.休息狼钥匙。哦，总算是有一个门可以打开了。先来一下自画像，好，马上把自己画得美美的。先来一张自画像，什么杰若米随便啦，什么拯救世界随便啦。It's wet shut. It worked.钢琴，应该不用弹钢琴吧。I don't have everything I need. 我刚刚正想吐槽说，他如果只是想要用一个东西把下面那个纸片剥开，这个家
应该有很多东西都很适合做这件事吧，就是随便去拿个叉子，随便去拿个餐刀，不就可以把那个拨开了吗？ The Barlow lens. Instructions. To double the magnification of your telescope. 居然要如此历经千辛万苦，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够拿到一个作画刀，也不是拿来作画，是拿来打开卡住的门。狗项圈。哦。What's this? Okay, little thing. 看的调查小客厅。安安终于赶上直播了 ，Pop Nemo。哦，在哇！恭喜收集了 LV 十六，感谢十六个月以来的续订，安安。你是现在才回来吗？彩云安安，但用砸的也可以啊，我就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复杂。调查小客厅，我现在不是就已经在小客厅里面了吗？小客厅，哦，终于 ，finally。终于可以用散弹枪 ，Yeah！ 我就想说什么时候可以换散弹枪呢 ？Yeah！ 差点子弹要打出去，吓死！我现在要修理锅炉。哦，我们现在可以去酒窖了。哎，休息厅也可以过去。这真的比较晚到家。上次直播进来的时候，大家已经晚安拜拜。哦，那 你上次应该是那个十二点多来的，怎么这么晚回家？进入地窖。我看看，好，走这里。It's blocked. 哈？之前这里不是可以走吗？为什么我现在被关厕所，而且显然是有人在下面放干冰。宫崎英高，给我出来！我真的很命苦哎！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被传送来传送去的？太拍命了吧！我拍命，我拍命，别人阿个性命是空金，为什么不能存档？个宝银，阮的性命，回来了 ，finally， 得钱。好的，好的。你确定吗？别人啊，那开嘴是金言玉语，阮那是假讲话，念咪得出代志。我这次不是只有唱两句喽，不要再说，孙胜美就不唱完，我决定要黑他。心思啥人知？这十字稿好像有点大吃。见神杀神，见佛杀佛。
只要森森手上有十字镐，哎呦，吓死我！真的有，真的会打到。哎，等一下，顺便开一瓶来喝。什么东西？好像地上有蒸蒸蒸。开关，保险丝，保险丝 ，fuse box，you 是保险丝。为什么我说 you 呢？我就问为什么又是保险丝？关闭电源以前往阀门，我就说，我手工终于可以拿阀门，结果你就说，哎，修个保险丝哦，哎，保险丝死哪去了、啊？保险丝在哪里啊？喝个水哦。又是保险丝，没有错啦。哇，是久违的金包银，没有错。晚点会不会有曲柄？哦，我们修保险丝就是为了拿曲柄啊。这两个东西是一配的，曲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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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丝保险丝保险丝，曲柄曲柄曲柄，这两个东西是放在一起的啊。在附近的电箱上使用。哦，在附近是吗？附近的电箱在哪里？哦，在那里啊。OK。哦。I guess this works too.我猜变暗就是一定会有怪出来在那边给鬼给怪。曲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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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阀门。百分百会有怪。如果没有怪的话，就把 Pop 抓起来烧。哎 ，Yeah！ 哎，我刚刚这个是什么？哦，十字镐，换个十字镐好了。十字镐看起来比较威耶。我是来真的，刚讲。哦、oh! ，好的好的，下属。所以现在是去锅炉。真的是曲柄，这其实是恶灵古堡酒吧。我也觉得玩起来有一点点恶灵古堡的感觉。嗯？对了，不是有一个锅炉室吗？哦，就在附近吗？锅炉是哦，在这里啦。应该说，《恶灵古堡》就是受这款游戏1992年的那个《鬼屋魔影》启发的。密集恐惧症，请注意！哦，没了，密集恐惧症没了，吓死 ！There was a dead body in here. Did I just imagine that?
下属。幸好在密集恐惧症扩大前他不见了。哦，这个是不是在扫一片啊？注意，谢谢你的注意。来到佣人楼梯的第二层。我们好像有邻居在大声唱歌。啊，这里这里。It's wet shut. It worked. 哎，没东西。哇。The box.等一下，哇！等一下，我先探索一下这边。哦，捷径打开了。哦，哦，是这里。夹层，哎，有子弹。直接看一下那边。这游戏为什么 要有这么多的音高门？真是，我觉得现代游戏的那个反锁门好像有点太多了。哇，这要先去上面还是下面？
I need the key. Do you teach piano as well? Huh? You're a governess. Did you teach those clawing casino kids how to play the piano? How do you know about that? Just because grown-ups don't notice children doesn't mean we don't notice you. Yes. I taught them some piano. Are you any good at it? Not good enough to play a broken one. It fell from the attic. Brought half the ceiling down. It was Jeremy's fault, wasn't it? Nobody knows what happened, but you're not wrong. What?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他刚刚做了什么事情？I'm gonna go now. See you around.他拿针筒在我们身上戳一下吗？他是没看到我们已经全身破破烂烂了吗？还想怎样？我们已经破烂成这样子了呢！天哪，他该不会是打入什么病毒？等一下就变恶灵古堡了。心思小孩，瑞，感谢剪辑哦。打入 T 病毒。The prick of the syringe had much as the humiliation of being played by that child. Emily just couldn't make any sense of her behavior. Grace seemed amused, but not mocking. Was this just her being playful?As her feelings subsided, a second thought appeared. She wouldn't have injected her with something, would she? 完了，变成本游戏大魔王，魔王就是我们自己，敌人就在本能寺。哦，这个东西，臭小孩，他真的帮我们乱打针了。哎，锁起来。帮我穿预备衣。哦，餐厅。啊，这边还有个东西，差点忘记。钥匙。
Ugh. There is more of that unsettling rot. On the common place of evil, there lies virtue and stark irreverence, careless thoughts of luminous indifference. But blame not the beast we once were, which science so often wished to refer. Not the wicked full of sin. This looks like the Ending 古堡夜那个饭厅哦。哦，是这里。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落地的房间。休息狼钥匙，诶，是落地的房间是好像是六号房吧。哎，前面那个休息厅可以过去，就那边看看。What's that stain? Looks like some kind of rot. Come on, Grace. I'm too tired for games. I'll even let you play with my jackknife.Oh, good evening. You haven't seen a little girl by any chance, have you? I don't think so. You would have known if you did. The only kid crazy enough to be in this place. She's not in her room, then? That would be a first. Always running around causing trouble. She's very hard to pin down, that one. You want a sip? I'm good, thank you. Well, I should be going then. Unless there's anything you need from me. I just want to find my uncle before anything happens to him. Oh, don't worry, miss. He'll show up. He is much too lily-livered to kill himself. Why would he? It's his greatest ambition, didn't you know? Take care now.
这游戏怎么这么多恶男？ Continue his search for the little girl. Emily had meant to ask why he was. 嗯，there's something missing. 先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东西。So this is Grace's room. Cute. 恶男魔影。Don't you worry, Grace. Go play your game, bleat and bellow with the others. I won't be jealous. There will be more masquerades. However, I would love it if you would finish my mask for the feast. With love, Ruth. You're like, 吓我一跳，什么东西？而且这个娃娃脸怎么这么中国风？哦，居然是可以收集的。他这里有好多安娜贝尔。中国娃娃，你想中国娃娃会让我想接中国娃娃，祝大家恭喜新年发财。但这两年的过年好像大家没有再放他们的歌了，不然以前每年就是到哪都是中国娃娃。哎，寻找锁的密码。Miss Beauregard, I picked up your medicine at the post office today. As you understand, it needs to be administered by the orderlies for your safety. I have put the box in Lottie's room for now, and I'm sure she will find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对啊，以前过年都是中国娃娃的歌哎。What's that?哦，应该还要再一罐哦。大错特错，不要来侮辱我的美！你们在那边打歌词，就是意图使我唱歌。好的。中国娃娃歌是卓文萱代唱的，你是说不是那两个女生唱的吗？真的假的？财神来到我家门，娃娃来点灯。他们的歌不是中国娃娃自己唱的，这边好像是那个试文版的内容。真的？听说他们中文太差不会唱。哇，那唱片公司很厉害耶，他们这个骗局是维持了几年才揭穿的、啊、而且那两个女生不是泰国人吗？The medicine bottles had stains of rot on the labels, suggesting some greater shape. They just needed to be put in the right order. But for what purpose? 寻找锁的密码，会不会是可以硬 A 啊？
然后就有人说，甚至每次都唱一半就变黑粉形成曲，形成闭锁循环。我要在这里那个，在这里证明，深深不是只唱一半，深深是只唱两句。比如说，所有我的希望，撒索的扎诺翁那，两句不是只唱一半，唱一半很多，很累。所以这不能 A 吗？这叫真爱粉，黑粉比谁都铁，这才叫粉丝。恶心，不需要，不需要这种粉丝，恶心。这边可以硬 A 吗？我们如果在这边先抢先输入那个攻略上面的答案，大家应该不介意吧？不介意，耶、yeah, ！好的，好的，好的。所以我现在去哪里？修理锅炉上面的装饰面板。我终于可以修锅炉了，是不是？锅炉修了两天还在修，来百般刷起来。该怎么走嘞？走楼梯下去。哎，这里是哪里？哦，应该走仆人的楼梯。就以前的有钱人家的大宅，因为房子很大，所以都会分成仆人区跟主人们住的区域。哎，对，这边顺便可以去。等一下，这边好像有一个地方，哎，锁起来了。哦，还是说不是这里？过来。嗯，这边的图案是。图案应该是可以旋转吧。哎，好了 ，OK。又有数字。哎，这酒窖吗？那酒窖吧。
浪人崛起没有耶、欸、其实玩浪人崛起的人没有那么多，我觉得应该是全世界人都跑去玩龙族啦，龙族教育二。哎、欸、哎、欸、我又被传送了，真的耶、欸、我又被传送了，我的图奇 follow 那些台啊九成都在玩龙族教义二，然后大概只有一两台，对，应该说只有一台 在玩浪人崛起。然后我觉得现在全世界人不是自己在玩龙族教义，就是去看别人玩龙族教义。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浪人啦。It worked. I'm in another one of Jeremy's dreams. 我自己是买了浪人崛起，然后这两天在玩，还不错玩啦、啊。我觉得浪人。如果你是喜欢人王卧龙的人一定会喜欢，喜欢人王卧龙直接买下去直接玩吧，不用考虑。但如果你是喜欢对马战鬼的，我是觉得先不要，因为好像有些人有点误会，以为这次的浪人崛起是不是很类似对马，没有，差十万八千里，完全不像。所以你如果是秉持着想要玩对马战鬼去玩浪人，你会失望哦，会得不到你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是人王卧龙粉的话，就去玩吧。哎、欸，来到墓地。Emily stepped out into the humid night and found herself recognizing the Lafayette Cemetery. She hadn't been here for years, she thought, and in a way.She still hadn't returned. This was something not quite the same. Hoping she would soon get to see her uncle, she set off to find the chapel mentioned in his book. 对啊，我觉得大家都去玩龙族了，所以我说这个 Alone in the Dark， 它其实在一个不太好的时机发售，刚好跟一大堆大作打在一起，而且它又延期了两三次，本来是。去年十二月要发的，其实恐怖游戏应该是要在去年的十一月、十二月发比较好，因为可以刚好可以迎上万圣节，然后变成三月就跟一堆动作大作打在一起，所以出的时机不好。大型撞车现场，对啊，如果是黑魂粉呢？我不确定欸，因为 像我自己是喜欢黑魂，我喜欢宫崎英高游戏，但是我也喜欢人王卧龙，我是两边都喜欢，可是有些魂粉不喜欢人王卧龙这一型的，所以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喜欢。但如果你是喜欢人王卧龙的话，就直接去玩浪人崛起吧。你们不要说大家都去看龙族教育，我今天都想直接开浪人崛起，你们知道吗？我都想直接放下这个游戏，直接开浪人崛起算了，因为我想玩浪人崛起。我从那个昨天十二点，浪人崛起一发，我就一直玩，一直玩，玩了五六个小时。然后今天回家，我也是吃完饭马上接着玩。然后到那个十点的时候，我想说，啊，要开《Alone in the Dark》哦，开《浪人崛起》好不好？我想玩《浪人崛起》啦，连我自己都想要放下《Alone in the Dark》去玩《浪人崛起》了。你们说这个游戏是不是出错时间啦？啊，那个出唔得时间啦、啊。深深都伤心，好，开都开，好开，你们在那边喜欢魂系加魔物猎人哦？欸，我觉得魔物猎人跟卧龙人王差蛮多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想看，但是这个也很好。切浪人，你们在那边，大家都在那边说切浪人啦。早餐台，
感官刺激不够花一堆时间找的，对，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个游戏不太恐怖，但是因为它是走克苏鲁路线的，其实我觉得克苏鲁路线都没有很恐怖耶。我们玩过的克苏鲁类型的游戏都是有点诡谲，有一点点奇怪，但是不恐怖。而且我们台的观众都是已经这么多年在森森台已经看过那么多恐怖游戏，更是会觉得这个游戏不恐怖。我自己也觉得不恐怖啊。可以今天鬼屋魔影不通关不关？不可能啦，在那边不通关不关台，让人开起来。看预计的时间转开让人，然后人数掉到100人，你们在那边克苏鲁侦探故事好闷不吓人。克苏鲁好像比较重视尾韵，莎莎说只是很喜欢里面画面跟里世界，我觉得画面蛮好的，虽然人物的建模有点微妙，但是背景的画面是蛮好的。克苏鲁主打是毛骨悚然，完了啦，我觉得我们在克苏鲁里面都感受不到毛骨悚然啦，一定说是神经断掉了，一定买了咸酥鸡切浪人。你们在那边说切浪人齁，我更拜那是问恁讲，我每次要是问你们说哎，我现在在玩那个艾登法环，或者我现在在玩宫崎骏某款游戏，我现在在玩浪人崛起啊，我们现在，然后你们就说好好好切艾登法环，好好切浪人，我真的一切过去齁，人数马上砍半，人数打五折，马上从200掉到100，这是所谓的万人响应一人到场。我就觉得现在是我们台的观众还是比较喜欢看我玩恐怖游戏，我玩恐怖游戏以外的游戏呢，人就会打个七八折，不是打个七折，打个五折。是不是被我说？是不是被我说中？你们是不是被我说中？你们在那边给我打 LUL， 是不是被我说中？好像没有跟到真的切过去的时候过。我记得之前《艾尔登法环》发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是开《艾尔登法环》，开《艾尔登法环》之前在开什么？我有点忘记是不是开鬼线东京那个垃圾游戏，我忘记那天是本来在开什么，然后就剩下很多时间，我问说我现在在玩艾尔登，那不然我们来开艾尔登法环好不好，再查一遍，好好好 Elden Ring， 好好好，开过去死一半，死一片，人数大概掉到120左右， 剩下小猫两三只，中途间不会掉人数，因为都睡着了。阿妈只是睡着了。浪人其实是恐怖游戏，关台才会醒来。但是我要帮浪人打个广告，我觉得你们现在也没有在看我玩这个游戏了啦。你们今晚是不是嘛？不在看我升级的 game。我要帮浪人崛起打个广告。就是他们的游戏啊，像以前人王卧龙，其实剧情就是那样，几乎是等于没有剧情，因为他们主打就是战斗性嘛。我们喜欢那些游戏都是因为它的战斗很好玩，然后可以捏美美的角色，剧情就随便。但是这次浪人崛起剧情意外的还不错哦，我自己玩大概六七个小时，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剧情是还不错，然后我有看到其他人说剧情意外的还不错，这是我觉得他们人组做浪人崛起令我觉得蛮惊艳的地方。
但是《鬼屋魔影》其实画面很好啦，背景画面很好。哦，对啊，浪人跟对马差很多哦。哎，说汪汪最近都很晚下班嘞，体谅老会员眼皮老是控制不当。莎莎表示寡不敌众 ，Peter 说还在看。我觉得人王几乎没有剧情啦，剪指甲。瑞说支持莎莎。然后再次呼吁一次，人王、啊、不是对马跟浪人崛起差很多、哦，所以如果你是想说喜欢对马，要不要来玩浪人？我是觉得不要，你可能会有点失望。怎么又有怪？哦，这个。What's this? 我看一点啥？看的有多什么？莎莎送了一份订阅，感谢莎莎的慷慨，这位朋友跟莎莎说个谢谢哦。今天会玩 Shadow。哦，你说影狼吗？影狼，影狼我们没有在玩嘞。因为影狼那个游戏，它就是在乱数生成的迷宫里面躲怪，那个游戏我们应该不会玩。What？ 哎，对，我没有散弹枪。哇，神弹枪好强哦！哇，神弹枪赞哎！然后拿到一个冷酷无情的奖杯，哇！只要森森手上的散弹枪 一发，刚睡醒，刚刚那只怪有一种刚睡醒就被打回去的感觉。It was the chapel where Jeremy had promised to mourn the mysterious Peruth. 找到了进入小教堂的方式。